你怎么来了？我不得看看我墙角是不是结实啊？哟，小科长，稀客呀，你今天怎么来了？这皇后出巡呐，身边没个跟班，那有什么排场啊？往后我得常来。那我能不能请你家这位皇后跳支舞啊？那你得问我呀，我可不归她管。哦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小太太，您跟我跳舞实在是有点委屈您。您要是再多踩我几脚啊，就该给我买双新鞋了。那您跟我来。去哪儿？我来。朱副科长，我呀，就是个抛砖引玉。要说跳舞呢，当然还得看舞王跟舞后跳了。嗨，哎，你们大家伙儿想不想看舞王跟舞后共跳一曲啊？别！行了，别为难他了，他今天哪敢跟我跳舞啊？小婉，不就跳个舞吗？有什么不敢呢？就怕你不敢当着肖正国的面儿跟我跳。下一曲，一步之遥。请吧。我于小婉想做的事儿，谁都拦不住；我于小婉不想做的事儿，八抬大轿都抬不动。好。你这是等着看我笑话吗？等着看你笑话的不是我，是另外一群人。行，那我今天就给他们看一个免费的笑话。你要干什么？热个身。我是因为热身被关禁闭了，你会不会来禁闭室看我？项链很美，很衬你。
没想到你还会跳舞。其实杀人放火我什么都会，你说我跳得好还是他跳得好？肖正国从来不是软柿子。喂，有的人不好好教训一下，他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来都来了，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一时过瘾，关三天禁闭的滋味怎么样啊？特别好，感觉跟钓鱼似的。这不，才刚过第二天，就钓鱼上钩了。